Hello， 我是 Stephen Law。咁我今晚咧就喺呢个中环海滨有演出。咁我依家咧就啱啱离开呢个金钟地铁站，尝试揾路去呢个中环海滨。由于我平时好少离开我办公室嘅，所以咧当我行到呢个中环海滨嗰时咧，我发现咧原来呢度都几靓嘅，俾大家望一望。咁海嘅另一边咧，根据我有限嘅地理知识咧，我相信咧应该就系呢个尖沙咀嚟嘅。咁呢度入面咧，似乎就系今晚嘅演出场地，但系我暂时未揾到入口喺边度，所以我要游荡一下，揾下个入口喺边度先。咁行咗半个场地之后，我都系揾唔到入口嘅。咁我啱啱 WhatsApp 咗我朋友，原来嗰个入口咧，好似系要喺入面揾人帮你开门嘅。咁我依家行翻去我嘅起点嗰度，再汇合翻我嘅朋友行入去。我喺远处见到我嘅朋友嚟迎接我啦，我而家加速，我终于行翻入去啦。由于参考我过去的经验咧，以前成日拍埋太多影片，跟住唔记得影相，所以而家我外出嗰时咧，我就带多一个相机啊，咁可以随时有影片又有照片。同埋由于以前试过咧，带呢一个电池出去，拍到半路都冇电，咁我就好似抬住嚿垃圾周围走咁，所以咧依家电池带足，我每部相机带够三嚿电池。咁依家咧，由于我太早到，冇咩做，周围影下相先。啱啱试完音，喺呢个天气之下，原来真系好热嘅。依家要补充个水分。你终于嚟啦，好热啊！我啲朋友终于到齐晒啦。咁依家所有嘅试音都完结晒啦。依家咧就谂下去边度 hea 一段时间 ，hea 到大约我谂夜晚九点先到我。咁依家已經係夜晚八點鐘，我已經喺度 hea 咗大約由晏晝三點幾嚟，我已經喺度 hea 咗五個幾鐘頭啦，應該再過多個零鐘就到我啦。等咗三四個鐘頭，下一個終於到我啦。有佢嘅演出咧，就係有精彩嘅活動噶啦。因為咧，佢係著名嘅吉他手 Stephen Law。喂，咁咧，打完啲熱烈嘅掌聲係咪先？咁咧，哇，佢又犀利啦！大家如果想找到 Stephen 可以上 Facebook。 任務完成，終於全部任務完成，現在去吃飯。多謝。好熱怎麼說？好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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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熱。我想變成討厭。現在我們去打邊爐，終於有飯吃了，可以飲凍飲。Yeah， 乾杯。Yeah。
終於食完飯，依家翻公司將呢啲影片同埋照片擺翻落電腦先要。即係多拿咗個公司錢咧，我就肌肉啦，開始又。啊，拜拜。咁依家同我嘅隊友分別啦。終於同我隊友分道揚镳，咁依家係就嚟深夜1点，第一站要先翻公司，將呢啲影片同埋照片放落電腦，然後聽日就可以剪啲 vlog 俾大家睇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